基隆市七堵区六堵里明德二路47-1号附近，因为没有装设监视器，地方民众反映容易有窃盗问题发生，形成地方治安死角。路没有通的时候，外地人上来，我们这边都可以讲啊，你要找谁？啊，可能宵小就比较不敢。啊，现在通了以后，你谁上来，你敢问人家说啊，你要找谁都没有。我们这边后面那边老人家独居，招小偷，过年啊，孙子女儿给他的钱，招小偷什么一大堆。啊，变成我们这边只有两只监视器。哎，两只监视器的话，那边你要知道这边都老人，平常你看，下次你们要有来会看，我们才有这些人，平常没有什么人，小偷多嘛。啊，你们真没有什么的。那你意思是建议怎么做？建议就是说，我们前后这边哦，像那边监视器，如果现在有那个，我们监视器可以多几只给我们这边哦，我们这边有需要，因为他们看到有监视器，他们宵小偷比较不敢呐、啊。嗯。啊，增加警察有来巡逻什么那个，多像议员讲哦，多加强来巡逻的话，这边老人家多比较安心。刚好张议员很关心哦，所以。请到我们警察局这边哈、来会勘，也希望相关单位可以重视哈、赶快帮我们建置好，让这边居民可以住得安心。在地方民众反映下，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特地邀集警察局第三分局办理会勘，两个礼拜内将完成监视器调整作业，增加两只监视器以及两个巡逻箱，强化当地治安。会勘的结果由我们三分局有关监视器承办组的组长，作为这边对周遭的监视器的调整还有第二点，在这边的话多设个巡逻箱，还有。有关附近的照明设施也一并做检讨，然后来加强这边的治安。张耿辉进一步表示，也将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一并检讨改善当地的照明设备，减少治安死角，维护百姓身家财产安全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